然后关于假期维护的一个步骤就是，我们需要先把打印头左移，打印头左移出来以后，这里有三个末站帽，我们需要拿到我们的保湿液，把它倒到三个末站帽里。倒满了以后，然后我们点击开始复位，我们先关闭软件，等待机器复位，我们再关闭机器电源即可。